呢個福分去敬拜咧，其實係我哋嘅真正嘅主耶穌俾我哋嘅恩典。好，我哋等位姊妹。好，先靜下我哋嘅心。我哋雖然好開心，我哋靜下我哋嘅心，一齊去專心敬拜我哋嘅神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感孕，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
好，在这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低头默想，去思想一下我们在过去这个礼拜我们所做的事，无论在家庭上、朋友上、公司上，我们有没有做这些得罪神的事情呢？好，用这一分钟让我们真心向主交托，去检查一下我们的罪。繼續默禱。在這時候呢，我真的很想邀請我當晚跟我一起分享我們的罪的弟兄，可不可以走到我們的前邊？我想邀請你們跟我做一件我們真的認真需要做的事，如果有感動的可以走到前邊跟我一起，我們走到這裡好嗎？因為呢，我以前很多做的是儀式，今天我要做的是我是很认真去跟主的认罪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向主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跪在这里一起去坦诚的将我们的心，我们给多15秒的时间去想想我们当晚我们所能够这么坦诚去讲的罪。我们一起我们弟兄或者肢体许可的，我们一起跪在这里诚心诚意去向我们的主认罪，因为今天我真的很想做到这件事。我们给了15秒时间我们去清晰我们的罪。好，我邀请各位肢体许可的都可以一起跪下。就算我们当晚我们肯坦然去互相分享的罪，我们这次藉着我们今天这么大的日子对着主耶稣，我们完完全全地交托，因为主说祂是赦罪的神，一切我们的罪藉着我们的诚心的悔改、真心的祷告，主一定会赦免我们直到永远。现在我们请我们一起去诵读这个认罪。我们可以继续思想，我们不要急。好，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啊，我相信耶稣是神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的罪孽，请求圣灵光照我的内心，显出我隐而未现的罪孽，求主宝血完全洁净我，释放我，救赎我，改变我，更新我，奉主的名，让我弃绝犯罪的老我和一切的罪恶，求给主与主钉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宣告奉主名靠羔羊的宝血，叫一切罪恶的权势、行为和咒诅全面离开我。求主帮助我结出悔改生命的果子。主啊，你是信实充满慈爱的主，求主使我与主的性情有份，一生效法主的榜样，跟随主到底，管理我、牧养我、引领我、祝福我一生。我愿意将自己献给神作圣洁的活祭，作义的器皿，作神的殿，求圣灵充满我。阿门。好，感谢主。感謝各位弟兄姊妹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
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全地都当向神欢呼，歌颂他名的荣耀，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。好，我们一起以感恩为祭，献给我们的主耶稣。